译者陈义云新北报道，今下午20时，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捷运施工工地疑似施工不慎挖破瓦斯管线，现场瓦斯味弥漫，目前警消已出动两消防炮塔进行洒水维护，并未影响到交通，瓦斯公司也已到场处理，详细事故原因待厘清。